丹麦是童话大师安徒生的故乡，也是手风琴现代音乐的发源地。我在中国南方的水乡出生，却一路北上，为了追寻自己的梦想。2016年，我即将发行自己的第一张手风琴原创曲目专辑，所有的曲目都由丹麦作曲家为手风琴创作，其中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是由丹麦作曲家 Martin Luther 于2015年特别提献给我，希望通过这张手风琴原创曲目专辑，能够带领大家走入手风琴音乐的童话世界。